大家好，我是阿贝文。哎呀，终于散雾了，出来逛一下。他终于能出来了都。刚才这里能见度也直播了一下，能见度基本上都是几十米，现在都还好啊。带他出来逛一下，但是背在家里面无聊多了。哇、哦，你大伯这里呢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外公家不？看什么？奶奶天气不好，天天下雨哦。天天下雨哦。现在是人在雾中游啊。现在还好啊，都散了好多了。嗯。他笑了。他出来玩了，他不笑了。哎呀。阿婆又给你一个红包了，谢谢阿婆。嗯，你们这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阿婆叫什么？我们当地叫嘎嘎，我也不知道。嘎嘎是啥？叫阿婆行了啊。嗯，反正也差不多是，也是叫阿婆的。又给你买玩具了。你应该叫做姐夫啊，你跟着我们叫啊。你都还没反应过来，我说他。嗯，你谢谢没有？你要谢谢姐夫。没有被你买了一把这么大的枪哦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是什么枪啊？等一下，你要给你玩具给那个弟弟玩的不？啊，知道吗？要不给哥哥？你要给那他爸爸帮你买了这么多玩具哦，你要给玩具。给弟弟玩啊，分享给他玩，知道吗？啊，抱不抱？你昨天晚上跟他玩的这么好啊？等一下，帮你打开哦。就喜欢这样子了。你看你小舅舅吃的满嘴都是辣椒。你看小舅，你就喜欢这样玩啊？你这样飞罢了我。飞。嘿嘿嘿，好像表哥耶。你看，你看就有这么多吃的。那个有点辣了，他都能吃。有什么辣是吧？辣。休息一下。你在唱歌了哈？看到吃的了，你干嘛？爸爸不动了是不是？表哥又怎么啦？表哥又怎么啦？又磕头了。又不干了。表哥又磕到头了。你想干了啊？怎么啦？表哥又哭了。啊，干嘛要哭啦？表哥都不舒服了，一天要哭了。辣不辣？哎，今晚上煮这个白饭呢，他们都吃不习惯了，都上火了。烫不烫？啊，烫不烫？吃饭喽！今天煮了个清汤啊，那个清淡一点。他们上火了。刚刚随性，那个包都不行。啊，你姨妈到了啊，姨妈终于回来了。快吃饭。嗯。拿多点菜嘛，多点手。吃饭了。香吗？等一下你叫三姨妈抱着你，打一个照片看看。啊！我跑也不能，摸也不能。你有力气跑的不？我不懂啊，他才懂呢。哦，你跑的，啊，你摸的。哦。亲亲你，哦。不看他晕着了。看，
那你找爸爸啊？会不得，会不得。还是喜欢干白工哦。哦，他喜欢跟你耍哦。豆包子吃。明天早上起来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当早餐吃。我们得吃饭，热一下哦。你看，早上说太热了。哎呀，这个灶有点费柴火，锅大，那个里面也大。怎么发？啊，这个不发对吧？我那个天气时间还没到，天气冷了。天冷。我们在家都发的好大。哦，没事的。哎呀，只要是弄熟了啊，就 OK 了。啊。等一下可以当宵夜吃，可以弄那个明天早上当早点吃。熟了哦啊，就是这个，明天就是这个有点翻车的了。翻很好吃，开口包。哎，给他们拿两个上去给他们吃，当宵夜了。这包子还是很香的，虽然说颜值不在线啊，味道在线。多搞两个当宵夜吃。哎，吃饱了的，我搞了三个了。啊，准备睡觉了，先这样吧啊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